第二个范例，第二个范例它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告诉你说它有两个，它有两个东西，然后一个是链状的烷类，一个是链状的烯类，这两个东西它经过燃烧以后，然后它会产生一些状况，然后它最后要问的东西是说，这些下面的四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好，既然是链状的链状的烷跟链状的烯，当它们两个燃烧的时候，都是产生二氧化碳跟水，这不会变。好，那链状的烷，如果说 M 的话，是这个东西；链状的烯是这个东西，这是公式，没问题，对不对？它们两个加上氧以后，就会产生 CO2 加上 H2O， 这边也是 CO2 加上 H2O， 这个也是不会变。好，这边所给我们的一个内容是说，这两个加起来是有40毫升。然后这边呢，需要140毫升的氧气，然后它会产生 CO2， 一共是88毫升。请各位注意，这边所讲的这三个数据都是上面跟下面所相加起来的东西。啊，在这种状况下面，你就要想办法把它分出来。所以这边就会产生了三个一个式子。如果说这个是 A， 我们定这边有 A 的量，这边有 B 的量的话，第一个式子所反映出来的就是 A 加上 B， 它会等于40，这是第一个式子，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式子这边就会产生系数的问题，这边是 M， 这边是 N， 这边呢是 我们用 N 跟 M 以及氢的量去平衡二氧化碳跟水以后，再回过头来平衡氧的量。这跟上一题所讲的步骤完全一模一样，只是
这边所表达出来的比较复杂而已。在这种状况下面，这边就会牵扯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的量，这是请各位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去关厕所。
第三个式子，你把 a 等于十六 ，b 等于二十四带进去，带进去以后啊，就是二比三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是十六加上二十四的一个状况。那这个 m 的话，它就会等于八。m 加一的时候，它会等于八。所以说 m 它会等于七啊，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不保险。当我们利用这个式子把它导出这一个结果的时候，这边是所表示的是说 A 有十六个摩尔， B 等于二十四个摩尔。当这边有十六个摩尔的时候，这边所出来的是比上 m 比上 m 加一，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这个应该是十六个摩尔。这 m 加一它会等于八，所以说 m 它会等于七，那这边的话就会变成说 c 七 h 十四十六这个东西，这边所出来的一个状况，各位看 a 跟 b 这两个选项，当你看到这样的选项的时候 ，a 跟 b 的选项。一定是有一个是错。为什么这样讲呢？很简单，就是体积比它就在一个等温等压的状况下面，它就会等于摩尔数比。所以今天如果说甲比乙的体积比是三比二，它的摩尔数比甲比乙就一定是三比二，绝对不会是二比三。所以它中间会有一个是错的，如果说两个都是错的话，那因为我们算出来它的 A 比 B 是二比三的状况，所以它的体积比就是它的摩尔数比，所以说 B 是对的。 C 跟 D 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去研判它是不对的，因为 C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甲跟乙它所有的异构物绝对不会只有两种。所以当你去把M 跟 N 把它导出
导出来以后呢，你会变成一个状况，就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子。好，今天范例七跟范例八这两个东西，范例七是比较倾向于化学剂量的计算，范例八也比较倾向是有机化合物的一个状况。好，这边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第27页的烷类的题目跟第40页不饱和金的题目，请各位回去写，后面都有答案，后面都有答案。那我会把题解放在 LINE 上面，各位自己去看。放在 LINE 上面 ，Word 放在 LINE 上面要下载，对不对？可以直接看吗？ LINE 现在还有人没有加吧？志杰跟陈勇有加的。哎呀，志杰跟陈勇。哎。没关系。陈勇在这里吗？不然的话，就是到时候请修一下载到电脑里面。好，请翻开43页，我们要讲到在有机化合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在有机化合物里面有一个非常怪的东西叫做苯。当苯这个东西被发现的时候，各位先看44页上面有个图，它从一个甲乙丙丁戊己烷己烷开始，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双键出现，然后再出来一个两个双键，当它研判到有三个双键的时候，它的所应该所具有的能阶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可以看它的一个能量，当有一个双键的时候变成这个120，然后到两个双键的时候是231，就增加了一倍。所以它预判三个双键的时候应该是至少是360，至少是360或360左上下。但是他们去测苯的时候发觉说它只有208 kJ 了。那在这种状况下面，它整个少了152 kJ 了，150焦了，千焦了。那在这种状况下面，他们说这是属于苯的一个特殊结构。因为各位看黑板上面这个状况，这两个原则上是应该相等的东西，对不对？你把它稍微转一下，这两个应该是相等的东西。那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它固定起来的话，这个是不等于这个，对不对？因为双键的位置不一样，对不对？当你这边定一的时候，
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好，那在这种状况下面，他们去测他的一个腱长，它既不属于单腱，也不属于双腱，所以说它的腱长这两个碳中间的距离，这两个碳中间的距离是双腱到单腱的距离。这个东西哈，我们说测，好，我刚刚用的是测，其实是算，用什么算？用数学算。好，各位放心，你不读化学系，你就绝对碰不到这个东西，啊，就绝对不会去碰到算这个东西。啊，要算这个东西，至少是硕士以上才会碰到，通常是博士才会碰到是算这个东西。好，他们用很多的数学式子去算出来，这一个两个中间的一个腱长是在一个双腱，也就是说它大于双腱，但是呢，它小于单腱的腱长，这中间这个东西，所以这边就牵扯出来，它是二分之三腱。你说哪有这个东西叫二分之三腱？问题说它中间就会形成一个这个电子，在这边就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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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形成这个东西。你从这样看是这样跑，如果说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一个平面的时候，因为本是一个平面结构，然后它这边呢会有一堆的电子云，这边会有一些电子云，然后这些电子云从哪里来呢？就是这些电子在这边跑，就在这个环上面跑，所以说这就形成一个共振的结构。这个在本上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好，所以请各位记得，它这个本上面这个东西是一个正六边形，然后全部在同一个平面上面，所以它原则上是 SP2 的一个混成轨域，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呢，它下面呢，它是有二分之三腱啊，本的性质，请各位看啊。双腱的数量它居然是四，双腱的数量它居然是四，但是呢，你怎么算它的双腱都是三，对不对？但是它最后计算出来它的双腱是四，如何去计算这个东西？请你去找前面的资料 C6H6。你去计算它的 dBn， 计算出来是四，但是你怎么看它都是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另外，它的腱是有二分之三的，腱数是二分之三啊，也就是说它每一个都是二分之三。是这个意思。好，请各位翻到45页，这边要跟各位解释一些化学物，这些化学物原则上跟我们的生活不太有关联，但是呢，虽然说不太有关联，但是各位用得到啊。第一个，联苯
跟下面所讲的脉，这个叫做连本。但是你把这两个东西并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呢叫做脉。各位，请看这边啊，脉只有十个碳，但是连本有十二个碳，差异性在这里，啊，足足少了两个碳，啊，那我们小时候曾经发生一次多氯连本污染食用油的一个状况，使得很多人被多氯连本，吃到那些被污染的油啊，被污染的油，结果那个皮肤上面又长了很多很多的肉瘤、疙瘩、小疙瘩啊，然后长得多的话，整个脸都是。这是多氯连本的一个状况。那脉呢？各位上次跟各位讲过啊，脉，各位在家里面。我不知道各位，你家的衣橱或者说你们宿舍衣橱有没有放赖丸，白白的。现在的赖丸都做得很可爱，各式各样的。啊，对对，就这个东西。好，下面一个啊。各位看到一个是那个 N 啊，如果有机化学会读的其他系所会发疯，就是在这里啊。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很简单，就长相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连在这边，一个是连在这边，但是它整个的物理性质跟它所有的化学通通不一样，就通通不一样。这个叫 N， 这个叫冲。都是从那个英文字翻过来的啊，所以这个你了解一下就好。好，另外呢，各位看那个 DDT 啊，现在大概只有中国大陆还有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啊，偏远的乡下还在用 DDT 啊。原则上，DDT 是我小学时候就没有。大概还没进小学的之前会有的 DDT 吧，然后是一个杀虫剂。好，苯这个东西现在全世界禁止生产，因为它是一个严重的致癌物。那所有用苯的东西，现在全部是用甲苯去代替。全部是用甲苯去代替。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当苯上面这个氢，当苯上面这个氢被取代以后，它会变成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本上这个氢原则上都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说才会有多氯联苯的一个产生。那如果说被甲基取代，就是所谓的甲苯；被乙基取代，就是所谓的乙苯，以此类推。那在整个的英文的命名上面，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东西。那如果说是被我们讲的酸取代，就是所谓的苯甲酸；如果说是被 OH 基取代，对不起哈，这不叫做苯醇啊，这不叫做苯醇，这叫做苯酸。但是呢，被 OH 取代以后不叫做苯醇，它会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酚。毛病就在这里。那这个东西是我们水污染，尤其是药厂，各地的药厂，他们会造成污染的最重要的东西。请各位看那个范例十，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不知道指考为什么会考这样的题目啊？指考考这样的题目，原则上是送分的，就是说那个老师会想送你分数啊。那他说哪个是什么多氯联苯的化合物啊？那重要的就是一个什么叫做联苯。好，苯连在一起就不叫联苯。间接连在一起，那对这个定义很好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面，这种题目如果说放在学测里面，我可以理解啊；放在指考上面就不太容易理解。各位看47页有关于芳香精的命名方式。这边会把它的取代基，然后来做一个命名的基础，好比说甲苯、乙苯、丙苯、硝基苯、氯苯、溴苯这些东西。那如果说它是一个其他的东西的话，请各位注意几个东西哈，请你把甲苯勾起来，硝基苯勾起来，苯胺啊，氨苯或苯胺啊，勾起来啊，然后下面一个酚，请你把它勾起来，苯甲酸，请你把它勾起来。这一些是各位碰到有机化合物的时候比较需要注意而比较容易出现的东西啊，比较容易出现的东西。好，另外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既然说到取代基，一个取代基无所谓，但是有两个取代基的时候，在苯上面就比较麻烦了。
个叫做甲本，它放在一二三四五六每一个位置上面都完完全全一样，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说它有两根甲基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你不能从这边一二三四五六算过去，一定是一二三四五六要算过来。好，这是一种状况。另外，它的位置在这边的时候变成一三，这边蓝色的是一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变成一四。啊，那如果说在五的话还是一三，对不对？六的话还是一二 ，OK， 没有问题。所以，当有两个甲基在一个苯上面的时候，它可能有三种状况，对不对？一种是这样蓝色的，一种是粉红色的，一种是黄色，会有三种状况。好，蓝色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给它取一个叫做邻居，在隔壁。然后红色的呢，我们叫做尖。隔了一个，中国人还是蛮会想。然后呢，黄色的呢，对啊，这边对对统一的对，我不知道各位打不打麻将，我鼓励男生打麻将。这个面吧，面，痛吧，对不起了。我的发音永远那个嗯什么有点搞错。不是说建议各位去赌，而是说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三五好友在一起的时候，可以聚在一起去动动脑，动动脑筋。以前我们住在眷村的时候，那些妈妈们非常见面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讲话。结果呢，一坐到牌桌上面，哇天哪，那个话是不停的，而且四个人要一起讲啊，而且一面打一面讲。然后麻将打完了，话也讲。但是呢，如果说不再打麻将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走。他下面不知道该讲什么事情，所以说在麻将桌上面可以出现任何的话题，都没有意思。英文上面的代号，这是 also， 这叫做 meta， 这个叫做 color， 所以。各位看你的48页的下面那个东西，下面是错的，那个俗名下面它02甲苯下面它写的 P 对不对？那个 P 是错的，应该写 O。尖没有问题，啊，对，那个不是 O 是 P， 请你把它改过来，知道我在讲哪里吗？啊，就是对二甲苯下面俗名啊，请你把前面的 O 改成 P。零二甲苯前面的 P， 请你把它改成 O， 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他们在熔点以及沸点上的表现，这三种会不一样。如果说通通一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好比，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不一样，
才需要这样去做比较。所以在这边所能够了解到的，就是当有两个取代基在一个苯环上面的时候，它会出现了有三个不同位置的，这叫做结构异构物，对不对？然后这种结构异构物会导致它的熔点跟沸点会有所变化，这一点请各位注意。好，请各位翻到49页。有关于邻苯二酚这个东西，如果说一个苯环上面它有两个 OH 基，它会有三种状况。然后呢，这个是邻，这个是接，然后呢，这个是对。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它会应该在它的熔点跟沸点上面会产生出来不一样。但是这一个东西，特别是这个东西出现一种状况，各位看它的熔沸点，各位先翻到48页。在两个取代基那边，有关于熔点的部分，它是对会大于零，会大于尖，这个是由于它的位置上的关系。沸点的话，这零会大于尖，会大于对，啊，这是一个都是位置上的关系。但是，请各位去看到邻苯二酚这个东西了，邻苯二酚这个状况，请你注意到它的熔点的部分。照理说，它的熔点应该是最低啊。它的熔点应该是最低，但是各位会不会发觉一件事情？它的邻跟尖这两个结构异构物，它们的熔点差不多大小。你再看上面，翻回来这个二甲苯这个东西哈，二甲苯这个东西。那你会发觉说，它中间它的熔点的变化是跟上面有一种规则性，但是在邻苯二酚这边会有一点点，好像有点点怪异啊，因为这中间会牵扯到一个状况，各位看这边哈。这边会牵扯到一个状况，也就是说，这边的氢跟这边的 O 会形成分子类氢键。
这个是醋酸，醋酸也有分子类氢键的问题，所以醋酸它的分子量虽然说不大，但是它的溶沸点都相当相对的要高，就是因为它中间会有分子类氢键的问题，这个也会有分子类氢键的问题，而导致到它的溶沸点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当它的 OH 基在这边的时候，它就已经没有这样的影响，到它的对面以后，它更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它会有分子类氢键的影响。各位听到就算了，因为没有人会考。好，所以既然在这样的状况下面会有一些不规则性出来，这种就不叫规则性。我再讲一遍啊，听清楚我的话。既然它不是一定的规则性，就叫做没有规则，对不对？既然没有规则，就不会，各位可以放心啊。好，所以当他要解释这样的苯二分不遵守溶沸点规则的原因的时候，在苯二分这边最主要就是有关于分子类氢键的产生。各位看最下面那个表，2463硝基甲苯这个东西就叫做 DNE。硝基苯酚这两个东西都是炸药，然后那个 TNT 是黄色炸药，啊，硝基苯酚我忘了是属于什么类的炸药，反正都是炸药类的东西。OK， 交作业。刚刚就在赶作业的，有没有睡？好。OK， 好。